为大家带来一段说故事表演《狗与太阳》，掌声欢迎。大家好。今天我要说的故事是《狗与太阳》。狗与太阳，有一天是一只狗，它整天望着太阳，认真听好，是等下有讲真的，几乎都快忘了自己是谁。自己的天猫胖胖小弟就问他：“你唱唱什么好？”“全都是天猫的裤子在喵。”格林不屑的哼了一声，看着这贪吃的，我觉得我的本领比太阳强。我想成为太阳，和你张牙舞爪，只要太阳下来，你当狗，我来当太阳。太阳听到格尼这么狂妄的话，也不生气，只是微笑。二，格尼，我五分做的事，你啊，无力做出做法。格尼听后很不服气，说：“这是也不是给大地阳光吗？这本领我也行，让我当太阳。”太阳看不过格尼，只好投降。好吧，好吧，从今天起，我来当狗，你来当太阳吧。就这样，格尼变成了太阳。它洒下火辣辣的阳光，照得大地像要着火一样。小溪河流都干涸了，雨下也大批大批的死去，稻子果树也因为没有水可以灌溉，都枯死了。人类被地冻，不敢出门，小动物也窝在洞穴里。这时，一团又大又厚的乌云悠悠哉哉地飘过来，挡住太阳。格尼气坏了，他说：“我要当太阳了，我要变成乌云。”又大又厚的格尼乌云就这样挡住太阳，把大地变得天昏地暗。这时，一阵狂风呼呼吼叫，把格尼吹得七零八落。格尼乌云又生气了，他说：“我不当乌云了，我要变成狂风。”变成狂风的格尼到处撒野，把房子吹垮，把大树吹倒。但是不管格尼狂风怎么吹，他一敲还是一座如山。格尼狂风气得大吼大叫。我要当狂风了，要变成白玉秋。格尼就这样又变成了白玉秋。想不到这是一头凶猛的水牛，朝着白玉秋飞奔而来。他尖锐的牛角狠狠冲撞白玉秋，把格尼撞得四分五裂。格尼随风飘到太阳那里去，喘吁吁地说：“我不当白玉秋了，我要变成水牛。”变成水牛的格尼还来不及好好休息，就被绳子咻伸了，套住了牛角，被一路拖着走的水牛格尼阿紧大声求救：“我不当水牛了，我要变成绳子。”这时又来一只顽皮的小狗，一口咬住绳子，把格尼快被咬断的格尼阿紧大声求救。辛辛苦苦来救太阳，太阳，还是让我变回狗吧。太阳哈哈大笑，将格尼变回了狗。从此以后，格尼不再妄想变成别人了。他偶尔蹦蹦跳跳，摇摇尾巴，偶尔懒洋洋地躺在草地上睡午觉。当他一想起从前变来变去的那段故事，就不自觉微笑起来了。故事就说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